家都说你很抠啊，对，你很抠啊，你女朋友也说你很抠啊，你房租2000块你也不要缴嘛，你到底有多抠啊？觉得你这个应该是你这个有什么心态作祟，你带一堆奇怪的名牌，像 LV 像巴黎世家统统混在一起，就是最土豪的象征，在心里面一定是有残缺憾，连这个钱都要省，真的都比你还抠。抢强神功护体孙生恼羞开奏，欢迎收看 YK Boys， 欢迎大来宾抢强。那这个系列是一年可能只会拍一次到两次的，现在不能走心。系列很恐怖啊！我觉得这比狗屎写手还硬呢、欸，因为这个是互相攻击到，看对方会不会哭的那种。我平常都攻击你啦，你太多点了呀，这有什么好现来攻击啊？哦，啊，这是平台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就上来说一集，我觉得太无聊了，我就不懂。我今天男生的精神都很散漫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这到底有什么点，全世界都知道。啊！他攻击到我们整个团队啊！他甚至怀疑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内容，因为大家就是喜欢吃瓜，我们就冲着这个点给记者写，不如互相攻击，一人一 round。背后的大家都是评委哦。今天我们觉得有走心的就要喝苦茶，干脆打一架算了，确定吗？确定吗？跟你讲，我也是很强的呀。你应该打泰拳的，你像泰国人。喂，那我先攻，先攻。第一次跟你录节目，你的烟酒嗓让我以为你是变性人。哎，我是变性这件事情，大家都众所皆知，好吧？我在泰国的都是最美人，要不怀疑我是哪边？他们跟我学同样的地方，哎，代表我很成功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变性人通常都比女人还美，你女人都还比不了变性人，哎，滚蛋！真的是人妖里面算最美的，人妖就算最美，钱财赚得够多，那就代表我成功啦。女人通常一定要做到极致才能要女人，半吊子、半桶水的馒头逼，你看他已经进入自己世界，馒头逼是什么？馒头逼是我在之前在出国时候认识个蛮的女生，她上面自我介绍写她是馒头逼呀、啊。好，来换一下，那换我了，是不是？换你，要先浅的还是深的呀？深入浅出啊！大家都说你很抠啊。对，你很抠啊，你看女朋友也说你很抠啊，你房租2000块你也不要缴嘛，你到底有多抠啊？觉得你这个应该是你这个有什么心态作祟，你带一堆奇怪的名牌，像 LV 像巴黎世家统统混在一起，就是最土豪的象征，在心里面一定是有残缺憾，连这个钱都要省，真的都比你还抠。哎，这个通常最没 sense 的好都是这样搭的。哎，犒赏自己啊，以前穷啊，没办法啊。没穷过，我以后更穷啊。地癌，怎么了地癌？我给他还出漏水的，他又毁的。我以前顶楼加盖，冬冷夏热哎。我以前低收入户哎。啊，超热，他被冷醒。我跟明慧两个人守在喷头面前，对，等着那个别人不吃剩的喷人。都煮汤，三十碗不用我砍吗？嗯，不要去花呗。这边每个员工，我都每天跟他们借200板。阿草，跟他借钱。啊，停。我信用卡被盗刷，你们信用卡被盗刷吗？生日的时候哥们没来，马兄弟吧。你在巴黎遇到肥婆啊，太假了吧，塞的吧，你抗压性太低了吧。我现在就是个肥婆啊。哇！我们没有怕肥婆挑衅，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都是肥婆。而这个肥婆是因为他挡我，他在那边他给我搞事情，所以我才要来处理他，而且这不是塞的好不好？这完全是真的。那我今天穿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不然我老实说，我早就想你了。但是我怕我扁他，到时候他住医院，我变得过失。我就是完全想过的。逼你一起脚，我大哥，不要，别吵，我脱啊。嗨，我觉得对前女友太好啊，哎呀，真是的 ，QQ。Q， 我什么累又 QQ， 再难讲话这样子呢？成 Q 了，别吵了，不能接受这样子。男朋友想 Q， 我要扁他一顿。QQ， 其实也会 QQ 哎、欸，会 QQ， 不行，又改掉。好，算了，不讲这个了。然后又爱自言自导自言，自己回答自己的话。吵啊你！你是不是今天遇到对手？他现在成功护体，不是我难攻击他，他百毒不侵耶。那我们的对决到现在正式结束，给他们个掌声，太精彩了！哇，我到底看了一些什么？但是希望在周末太熟了啦，而且我这个人比较不善于攻击别人，对，我也不善于攻击别人。是蛮强的，我的攻击都是开玩笑那种。我的也是开玩笑攻击，是啊。我跟你讲，
我的攻击是跟你讲话，代表我们是朋友。对啊，但是如果说今天我讨厌那个人，我是跟你讲话，而且我会用其他方式让你见面都不见面。你还有跟人家见面好不好？你还跟他打拳赛，我是不是赚那个钱？哎、欸，我是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脸是挂在上面，我绝对不能不懂，我读懂你之妖，你知道吗？想办法弄死你！对啊，我像阿猫阿狗啊，我现在在法院里面啊，自己花钱告诉他们，你知道吗？谁？阿猫阿狗啊，他们还想要跟我一人告我啊，想现在求我跟他和解。分解的内容是什么？我是不是有看过？告我，就你看我，看过吗？你告我，还要求我跟你和解，这什么歪理啊？还跟我要求要我给他钱，然后再要求我把他影片拿下来。我今天会跟你见面，我喜欢你。你太熟了，苦茶直接拿进来，孙生喝。或是我喝好不好？不然我一定会输啊！我觉得这个他的能量很强哎、欸。我很累，我今天想睡觉。喉咙很痛啊，烧香烧身啊。这是很好的发挥哦。你很好哎、欸，刚运用几趴力啊？我运用几趴力耶、欸？对他，我不会真的骂他。我也是啊，我直接代替观众问，到底讲到什么你会稍微有点走心？因为我是一个真的很难往心里去，因为你知道吗？那你什么星座我忘了？牛座上升摩羯啊，是 A B 型啊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这男人绝对没想到，接下来的这件事会改变他的一生。我自己那骨子，爸爸训练得太坚强了，小时候对我太严格了，他什么该死的话都跟我讲过了，有金丝化教育，训练我铜墙铁壁。那有没有什么会稍微比较在意？没有，去年就阿猫阿狗的事嘛。但是我已经三天了，没有我办法讲的话，代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没办法，臭三八踢你家狗啊！你不要别讲，我一直都快死了。我觉得他应该跟玉林哥玩了、啊。跟那么嗓门大，你是所有艺人里面孙生唯一一个会有点紧张或怕的。你好，我屁，我这么的，是我会很放心。变成让你都讲，我也没有说一定要讲，我已经收很多了。你是一种安全感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所以这样听起来是 OK 啦，代表这个人还是能给你安全感。这才是有默契表现。有些人想跟他硬抢，那不需要。你什么星座呀？天平啊。上升啥？好像水瓶呢。哎呀，哎，我月亮水瓶啊。月亮水瓶。我月亮，我不知道啊，就月亮水瓶啊。你惊讶个屁啊！我们都有这个奇怪的点啊。你去变化好怪，超奇怪的。